其实的意思是这个马肉，什么样的造句？叫他 speak 啊呗。其实，其实我妈妈没有钱。啊，其实我妈妈没有钱，你给妈让阿美把咱们西游，那我们还是给她要。但是，其实我妈妈没有钱，但是她给我买了手机，她给我买了手机。你给让阿美妈把咱们西游，咱们啊跑完别个。那老师，比方说老师，你给阿美家里嘛是不是懂了？你说，哎呀。你有封为他 iPhone 啊？你 iPhone 搞了两天不生气吗？不吼，可哪里呢？哦，你有封去干他？哦，这个碰啊，搞了一单买的，你呀可以说这个肉，这个肉，这个马肉。其实我妈妈没有钱，但是她给我买了手机，这是他给我买的。说错了，好没有？他给我买的。都忙啊，哥，我背了啊，他们都忙啊，我背了，没忙啊，我背了不？老师说了些，其实，这个肉，我想住在缅甸，我想住在，其实我想住在缅甸。你让俺们妈比方理解呢，但是没办法。没蘸奶油，没办法的意思是什么？没蘸奶油，啊不，没蘸奶油咋办？你们弄奶油给啥？老师那个毛病嘛，你请的，过没拿嘛，你请的，但是没办法，蘸奶油，老师，老干嘛一分钱，这葫芦钱是湖北省啊的，老师，没办法，老师台湾话你了，老师，哎，就是说一大堆来生皮，然后那个家伙你也录的不好，搞弄的录呗，老师每个人都跟家人想要。过也没打算了呗，想要住在一起，搞了没打算了呗，就是那件啦。老师说只有妈妈，没第二条女婿呀。我当然想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呀。可是，其实我想住在缅甸，但是没办法，所以得给妈肉把皮肉。好，那老师，其实我很想去日本留学。留学是什么意思？变家店家了，老师讲到你这边哪边变家店呢？美国哪边变家店呢？哪个家变家店呢？叫我们说留学。其实我很想去日本留学，但是我没办法去。阿鲁玛，那多难，我没办法去。阿鲁玛多罗，那偏难。所以这个马肉吧，偏中。好，记得给菜嘛，老师啊。哦这个马肉多啊，哎呀，累妈嘞，这还没有帮我增加比较许多嘞。哎，老师，我们要别动了。来，老师，给你们老师哈，3分钟，2分钟，好了。其实自己造句一下啊，老师会学生啊，张大老师明白吗？其实你也过半个家，写下来，老师会问你自己的句子造句，其实。其实你要写下来，不要看我了。你不要看我了，你要写，也不要，并且等一下你要说，还是看我的电脑。你要开始写了，不要看我的电脑了。其实，今天要 Pride 什么？让你们准备。
好，那老师大家，你还没有讲出来，老师再给你讲一下这三个句子。来，老师，请学生来念一下好了。学生们，来，请文学要来这个其实这一段。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这个。其实我今天没去上课，因为生病了。好，老师，其实呢嘛，老师，但是嘛，东北的老师也可以说，其实我今天没去上课。你给让俺爹教他们这不，因为把账来收着，因为呢，来关键性动物哑巴嘞，生病了，俺你们讲了啊。来，老师，第二个学生来，丁丁来，第二个来念一下。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不太好。啊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不太好，逗我吗？他的哈第一印象 first impression 啊，其实不太好，对个咯，等你们讲我。来，最后一个 the center，这种事情其实很简单。啊，你介绍啊，对个咯，老师很简单，对个嘞。所以老师也上面的用法，老师下面的用法都可以说。来，老师你们继续，下比如现在来了呢。那身上都养特别一比他了。老师，吃耶！水你过半我家去了。对，古板我叫起来呢。好，应该可以了吧？来，老师问学生们的句子。来，四年以来，其实我还没休息时间，但是我一直学习周围。我还没有休息时间时候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拿起两杯酒，对面拿丢手，都说给你。那是老师其实懂了没有？那是虽然，大笔卖房人懂啊。虽然我没有休息时间，但是我一直学习中文。那是虽然，但是法。我们其实呢，它不能用的。那是虽然。那如果张大东讲，其实我没有时间学习中文，但是我很努力学习，我很认真的学习，哦。我很认真的学习，那其实我没有时间学中文。哦，因为那老师是要您的，其实我没有空。其实我工作需要中文，其实我工作需要中文。那个让我扔马丢啥路的，因为助教，我现在一直努力学习。那做啥不得呢？俺们还前面西屋，俺们还丢啥得呢？那其实是那房东来说比较不太好，不太好，不是不可以，就是不太好。我们那个一般是我们会用虽然，我虽然没有时间学习中文，但是我很努力学习中文。其实的老师啊，这个妈的，老奶奶给啥的苦？江边这比比老师啊，那么老师 reason 点比的还没有嘛懂呢？就是说其实。那所以，如果张大想用这种的话，其实我现在没有时间学习，但是啊，这个让我马虎听不清不行，但是我现在还是努力学习中文。
啊，丢啥就啥呗，等于了不？其实是东路亚的不？喏，东路亚的大便慢，没有道理。就是有时候老师可以用，可是有没有道理？道理就是说，老师这边没使用，因为俺蛮苦的，而且没使用，咱们还丢啥就啥呗，等于了。就是说，在那边老师就是没有道理。所以为什么没有道理？因为我们用这个语法，因为你用这个语法。那老师是卡比我来比谁，就是没有道理。如果老师教了你就过就找老郭破表情了，你这个用语法，那变成是教他以前表啊。所以如果老师教他过以前过就找老公有破表情了，我们要有虽然我虽然没有时间学习，但是我很努力学，那是可以。即使我们不能兼容的哈。来，老师下一位，周三你来。其实我今天去加班，但是我没有时间。其实我今天，我今天去加班。去加班，上加班通知了。加班就是上班的意思，上加班这个不用加上。其实我今天去加班，然后呢？但是我没有时间。啊，这个没弄啊，那多点茶杯没？阿妈，但是他别问阿妈行不行？我你今天想去。要懂。其实我今天，因为你前面不要完成，你弄不了。你要起码要多点比我，起码要多成比，要不然弄完了成不行，比如他那不对了。你要说，那你前面不能加班。那你要说，其实我今天我很想去加班，但是我没有空。但是我没有时间，你要这样说，哦，你不能去加，你不要说我今天去加班了，那你后面说没有时间，你没有时间为什么去加班？到底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其实我今天很想加班，但是我没有时间，所以你前面没有做到这个事情，那老师其实懂了，前面没有做得到的事情。老师刚刚学的是什么？老师前面啊，哦，你看前面的都是老师，我很想做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事情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哦，再看一次。其实我妈妈没有钱，就是没有办法做的事情，但是她蛮给我的，没骗你给少读了归她嘞。啊，但是老师第一讲，第二个，其实我现在住缅甸，没骗你给啥，但是没办法，俺们那么在哪用？哦，但是哦，那老师你妈嘞？哦，其实我想住在缅甸。那老师，你们骗人的给他们东，那麻将人的 reason 来比路亚的，因为缅甸，啊，因为现在缅甸情况的意思是什么？老师讲的，哎，请你，老师现在你妈逼，请你叫情况不太好，不太好，现在缅甸的情况不太好，你其实的给肉，啊，其实。我现在住在缅甸，因为白丈人哦，他被卖，因为白丈说的哦，你让我们弄奶哦，但是现在缅甸情况不太好，sorry，但是主要他被卖，你妈逼也去你妈搞，所以前面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那后面是可以做得到还是可不没办法做得到的事情。那第三个，其实我很想去日本，你想去可是没有办法去。那但是我没办法去，他没办法断路面啊。第四个，其实我今天没去上课，你没有做的事，因为生病了。那你说说，比如参加什么大三亚不？其实我今天很想加班，但是我没有空，那是因为什么事情？你知道吗？说啥呢？你前面不要说我今天去加班，你不能说我今天去加班了。所以老师交代我交挂过便便。来，老师，下一个再请学生再听一下。真龙湖你的了。其实我很想去海边，但是今天天气不好。好，可以。来，下一位，Richard B。其实我不是要自己做，而是那个说我
是一会儿做的，忘了，我写了个东西，所以我听了一会儿。你让慢慢讲，老师都什么都听不懂。其实我不喜欢吃苦瓜，可是我姐姐说，我吃一口就够了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我吃了一口。好，在你那边的，咱录入录片，老师有听到，我怕是同学们没听到。老师的话，哦，好好，OK，来下一位，不面位。谢谢。我去外面回来，是妈妈让我教学，教家事。其实我很想去外面，我很想去外面玩，我很想出去玩啊。我们说你现在里边，其实我很想出去玩，你要改变。其实我很想出去玩，但是我妈妈叫我做家里的事情啊。其实我很想出去玩，但是我妈妈叫我做家里的事情。哎呀，给家里漏开呢，不会说叫家就家事啊。来下一位，请您。其实我很想再吃你给我的蛋糕，但是我吃饱了。好，努然。其实我也想休息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要赚钱。好，可以。来，问题在这边，大家知道，老师下课的时候一般会说：“大家有没有问题呢？”就是还表你关心，没假戏老师的意思。那有时候老师别的了，老师今天我想请假一天，因为我家里有问题，意思说阿瑞嘛别的拿去了。所以老师有时候问题是我们滥用，就是说。problem 就在哪里呢？老师，懂了。所以其就是说问题不仅是没工没资啊，也会说 problem 就在哪里呢？懂了。那老师问题的反个屁，买到答案啊。老师讲到这个要知道哦，老师 exercise 了嘛，Hsk4 嘛。那老师也不会说哎答 p d 啊 p 啊罢了，我也不会说免电话。所以你们要现在要开始适应哦。还有时候老师讲话会比较慢啊，不所以比较快哦，我会速度比较快哦，你要听得懂。哎，你不要说，哎，老师一直讲中文，然后老师讲话太快了，我都听不懂。你不要说，因为你要记得，你现在像是 Hsk4，我不会给你慢慢一个字讲，我故意不讲的，我故意我对超把我我得得过，你弄我这笼子一片片不要变了咯，因为你们要开始习惯了，你们要比较 listening，要习惯要快速的，你也那是敢弄过老师，你要听得懂，啊，你要听得懂。如果你们工作方面呢？啊，只是说你们出国啊，比方说去新加坡，还是去北京，或是来台湾，那都是你们这边讲话不会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今年几岁？没有人问你这样说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几岁？啊，我不会叫你慢慢一个字不会说，所以你要习惯老师的。讲话哦，啊、哦，所以老师叫他注意，所以我也今天不会说免电话哈、哦，你也要注意一下哈、哦。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？老师问你这个答案是什么？答皮啊爬肉啊，因为老师要填空过来皮嘛。这个答案是什么？答皮啊爬肉，所以答案就是说皮嘛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？把他妈的哭！哎，老板，我想要第一个，我想要那个第一个，我把他妈的哭卢姐呢？哦，不是一叉叉的，一这里吗？好，后不是慢着哭。第一个，一这里吗？表示 BC 你们好。来第一题，然后老师有时候说，来那个魔芋来念第一题，魔芋来不上没工哪派，老师会说第一题。来 Nora 第二题来念一下，Nora 第二题，来面雷来念一下第三题，这题还没工，来梅来念一下第四题。来，美仙的宝宝来念一下第五题。啊，不是嘛？美工，朱莉亚，美工，朱莉亚，美工。老师不会说，哎，你们能不能美工能不能拍吧？来，美工能不能东拍吧？美工能不能里拍吧？老师不会说。来，第一排，把他骂着的。那老师有时候，老师的课程上有哈，就是说，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三排、第四排。老师，哎呀，赖他了，当赖他他了。那这个叫第一排，第二排。第三排，第四排，把他妈的人，嘟嘟呀的人，嘟嘟呀的人。好，第一排，有时候也是老师这样的。第一排，第二排，第三排，第四排。
第五排。来，老师，我也是阿里嘛。哎，老板，我给我看一下那个第一站，那个第二站。我因为你那个语录秒，哎，我要那个第二站，哎，我要那个第三站，我要那个第四站。我他妈的腿都跌着，你要第四站，别来点的，老师，你有第四个。那你要说左边开始算哦，左边的那个第四站，右边的你不要，一般我都没让你们讲多了。所以，哎，这个第四站，这边开始算第四站、第五站，给我看一下。所以老师，第特别完了，来第一台，把他妈，第一台不是怎么放水平的？第一台是老师把他妈的喽。哦，上一次老师电脑啦、CPC 啦、电器的时候，老师说，来老师，这里有老师哈，laptop 的。好、哦，这里有老师有些 laptop 的查查的，哦，有些 laptop 的。那老师这些 laptop 呢？我要第一台，我要哎，给我想看第二台，我想看第三台，哦，我想看第四台。Prime 主，这是 Maxwell，这是SR。好，Prime 主，我要第三，我想看第三台，我想要第五台，我想要第六台。不是超龙有没路标啊？我不能，超酷喵卡有没？南宫庙卡修没？东宫庙卡修没？路标啊？不是超酷困难酷路标。比方说第一排，噔噔龙模糊，噔噔把他妈噔噔啊路，路的啊噔噔啊，噔的啊噔噔啊，哎啊噔啊好标啊。比方说老师台湾嘛提出啊不，哦提出了，提出来卡嘛都让他们蒙的嘛太差了。那你们老师提啥要克里的？哦，提啥要克里的都差啥的？哦，蛮风筝嘛喏，蛮风筝嘛就录里查查嘞。那老师想要这里的啊，这里有一个号码是25，老师想要这个，那老师那个是第几排？如果从这里算的话，我们第几排？第一排的，那老师怎么说？我要第一排的第五个，我要第一排的第五个，一二三四五。那老师会说。我要第一排的第五个。那老师想要这个，老师会怎么说？学生来说，老师要这个，老师要怎么说？来，那医生来说，你要怎么说？啥呀？然后呢？等一下，你要第几排的第几个？好，我用第二排的第三个。啊，很好，我要第二排的第三个。那老师现在是老师要的是这个。老师要的是这个，来，老师学生来，面里来，你来说，我要这个，第三排的第五个哦，吧。我要第三排的第五个，那老师就是说，哎，一个月卡嘛，来，老师，我第一个人，把他骂了，哎，那个第一个人是谁？那第二个人是谁？我这第二面怪路也不读了，我他妈面怪路也不读了，我这第二面怪路也不读了，那时候第一个人。第三个人，第四个人，好，就是一对一对的卡嘛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一台、第一件，懂了？来，理想中啊，注意这个，好，理想中啊，注意啊。这个老师就三百天嘛吧，我让老师先不去讲啊，啊，注意这个理想中，比方说你的理想中，你啊，注意这个人是谁？你的理想中的男朋友是谁？你的理想中男朋友是谁？你也对的呀，男朋友啊不读了。比方说，你理想中男朋友是长得怎么样？你也对的呀，讲的也就也不露牛了。你也是孤立人吗？比方说，我男朋友啊，把屁啊嘛，也不露面啊嘛，啊大屁啊没，大牛啊没，大妹啊没，不生气啊没，好别人都不露气啊没。那是你们理想中的哦，想做的事情啊，它是比较复杂，哎呀，对谁想的？我那那些老师，哎呀，不晓得。来，多长时间呢？多久时间？这个是长了，讲活工。这个老师以前都学过的啊，你丢啥的拿不到假币嘞？我们怎么说？来复习一下啊，你要点啥来说？你丢啥的拿不到假币嘞？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？啊，多长时间了？那后面要加了呢？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？或者说你学习中文多久时间了？来，老师，请下一位母语人你台湾哪拿不到假币嘞？我语音 speak 啊，你台湾哪拿不到假币嘞？美工丢路标吗？你来的台湾多久时间？什么？你来了台湾？你来了时候，你台湾哪开的钱不老了？老师了的后面放在后面。
放在后面，了不要放放，你放完了那么了，它的那是变成是佛珠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用讲佛珠，我们要说你来台湾，讲究。你来台湾的台湾多久时间了，啊？后面又加了，你的了是要加后面，讲究，再一次。母语音，你的了是要放后面。你来的，你来了台湾你来多了，久时间？不是了，你们帮我呀，那么了太路秒，三条线那么呗，了太路呀嘞，听不见没？你来台湾多久时间？了。三道线嘛，乐特路标你。多久时间嘞？嗯，标标啥时候？你来台湾多久时间嘞？很好，所以我们不会说不玩了嘛，乐包你不用了。你来了台湾多久时间了？不会说。你来台湾多长时间了？你来台湾多久时间了？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？你学习中文多久时间了？不会说你学习了中文多长时间了？我们不说不玩了。要记得，来老师，所以这个要记得哈。那老师，你妈别来台湾过，你是也请不到假了。你妈别来台湾过，那你是一个 location，他从到哦，你从缅甸。哦，对老师教的学生来那个请那个没来造句一下。你妈别来台湾，你是请不到假了。从缅甸到台湾，联系没？去飞机，联系啊，起码来，联系跨边联我盟讲，吗？开。联系联盟，你联盟在路哪开？你要开好哎，你联系起码联系你要妈妈啦，哎，白罗马耶，联系起码你，哎，没。那行了，另外我嘛一点点不会人家干差别嘛，点标坐飞机嘞，没的耶。哦，坐飞机。啊不是，你又往汽油没？你英语这边都跨机个，你他妈来乱说，比这啥子标错嘛？点标。从缅甸到台湾坐飞机，多长时间了？嗯，对，你妈别来台湾，联系不了解，所以老师讲了，记得哦，启动了往那方面东路亚，然后坐骑自行车、骑摩托车，还有骑马，联系呀，你也跨系呀，不能说坐嘛，你跨系呀，我们所以我们跨系呀，我们会说骑，就是三个，骑自行车、骑摩托车、骑马，开呢，开车，啊。开火车，那我们一般我们阿鲁也他那么忙得乎，我所以我们不用开，我们要坐火车、坐飞机，哦，坐车，OK，来，老师我办一让老师 HSK 对嘛，不要过了，办就是三月的，这呼呼漏的，就是他也是一个漏的阿伯老师，还是老师就是坐，老师以前学过吧？啊，身份证，那我就打漏了，老师我懂不嘞？我们没有吧？来，办就是三月的。来，老师，我们 credit 给多少了？我们说，来，老师，请学生来，每天都帮我来念啊，credit 给多少了？我要去办信用卡。哎，老师，信用卡 HSK 放嘛八人哦，好像是老师理解语表露等下，我就是啥么没讲。信用卡就是 credit 给就会给。那老师这里呢？老师，我办啊，三月的。老师，你要把不录啊，credit 到三月不录，你要漏掉了说。所以，讲到你们要是漏的时候，我要去交信用卡，我们不会说。交的老师简单的事情，如果给啥漏的，那老师我办呢，不用给啥，三月啥人给啥。哦，这户口多少月没漏这个卡嘛？比方说，你护照不能说交，你要办；你爸爸的身份证不能说交，要办。哦，三月啥人的用给啥的，办事情，我要做事情了，都录秒了。哎，平多比你讲完你三月三日多丑嘛？比方说你讲完本身多丑的，那也是我要去办事情，我去学校办事情。我说不能说我要去学校做事情，我又不会说。我说我要去办事情，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啊，可以多少月没录？可以多少录？我要去办事情，我要去办
事情稳步所做，所以我们这里我要去办信用卡啊，credit card，哆啦 A 梦要去办，东不隆的老师发什么？要就是某人发什么？去办多少元路哆啦 A 梦来，老师信用卡就是 a d u a get credit card。老师以前说过啊，就是，就是说我们来说一下啊，某某年哆啦 A 梦那这老师好。谁记得？来，这边票俺们不能断了，我们了。我要去办护照。哎，护照挂 bus 不？唔会的，啊，我哩偏啥哎？爱咋对？他帮你们嘞？安排下了。爱咋对？啊？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นี่นวลเลยเนาะอาจจะคงม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ลยสานเนี่ยส่งบ้านจ้าเดี๋ยวพี่อาพี่อีพี่ก็มีสู้อีกไป我要去办身份证。身份证，身份证意思就是说安哪行放本的哈，你们要记得了，这个你弄 Hsk4，这个是基本的，七个你录完笔喏，熊少爷啥的呢？身份证意思就是说老说安哪行，身份证，身份证什么意思？身份是你也看哪个，你的票的啦，买的啦，你们那批的啦，买玩的啦，你妈咪弄嘛把那东西了吼，买巴啦么巴啦，你也看哪个，你也本身的三个，这都得录着啥月，都得录着个，那叫安哪行，身份证。哦，身份证，所以我说安娜西多了多，不要说我要去做身份证，不行，我要去办身份证。那老师护照你们大家知道，来，老师请说，看一下对，啊，不是不多了不咯？我要去办护照。护照没人领嘞，哦，这个我老一刚拿撇的嘛，我要去办护照。我要去办护照，护照老师学过了，passport。我要去办护照，所以老师这种老师比较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不会说做。我们说我要去办信用卡，我想办信用卡。比方说你办多少嘞？你要知道那项目比如比较闲了，懂吗？我想办信用卡，我想办身份证，我想办护照。那些老师想法那边都比懂呢，请的。来提款卡就是 ATM 卡，卡就是个，老师讲到八个，我数就行。讲到个，老师就说讲到的学生。那老师说学生卡路、东路、亚的路，还有我们会说学生证、学生证、身份证件证。这个老师教的说说，比如比爬咯，得抄他你那片嘞。那么那张证，老师教的会 certificate 下来，HSK，那是老师证书路口嘞。那老师那么得没打咯，所以证件这边个得证明，得录着哈。所以学生证教的批爬嘞，数了，得片嘞个，那叫学生证。那哪个教老师卡就是悠悠个。哦，卡，比方说老师有很多卡，那都是老师卡，那都是卡，八个的那么的，那都是卡，哦，卡，就是卡就是个，所以江南港应该叫学生卡，东路亚的，有些不会说卡，有些说学生证，比较正式了，哦，比较正式，我们会说学生证，student card，哦，三老师这里提款卡，提款卡，提款这边老师不想我透露呀了，不想我。这里让你透露下嘞，提款卡是我抽来的，叫提款卡 ATM 卡。那老师机，老师飞机的机，手机的机，service 系列机，那提款机 ATM 卡。哦，请问一下，ATM 卡被哪买咯？来看一下多，其实为什么是 ATM 卡被哪买咯？请问提款机在哪里？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请问提。一下。在哪里哈、啊？老师教的，你要问问哎。那老师教的，这个老师比较那边面的都看啥？北边老师教的比较这点啥？说啥学生比较多？请问一下，提款机在哪里？那老师要懂着呢。哎，提吗？ATM 在洗的，提吗？ATM 在洗的。人家那边面的旁边老师懂着呢，不呢？这边面的，你来一次看看，提吗？ATM 在洗的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俩嘛，那张大说法，张大比较会说有提款机吗？张大的说法，那你要记得，你现在算是 HSK4，你不要一直说妈，你要说，哎，在这里有没有提款机呢？还是提款机？你一定要强调妈，你不要一直说妈。
你吃饭了吗？不好听了，嘿，你有没有吃饭？你有没有吃饭？我们 HSK4，我们不会说你吃饭了吗？我们说你有没有吃饭？你什么意思？还不表达这种意思了哦。所以你一定要强调 HSK4，老师一定要用强调吗？啊，这样来说漂亮就是啥？所以老师发不发房了？有没有房了？老师东长就是啥？所以在这里有没有提款机？啊，来，老师一枚电子邮件，就是老师你没公司的 HSK 的 dashboard 嘛，把了电子邮件。那老师电子邮件，我们还会说邮件，邮件一枚多个邮件，两个都要知道哦。三个嘛，老师把嘞，老师有时候直接说一枚。有时候 email 他也表示 email，那老师 email 不了，老师怎么说 email 不了？我已经老师你找到我，明天已经放东了，东长得没联系人了，所以不要忘记，我已经发给你了，我已经发给你 email 了啊。老师一般是老师说 email，我们不会说电子邮件。那老师比较正式的，老师表示好，老师那种东西啊。老师不会说电子邮件，我已经发给你邮件了。我已经发给你电子邮件了，我不会说，我只是说我已经发给你 email 了。发给意思是说不了，那不了排不了，你记得 charity 3月3日不了 email 不了卡了动。那老师，哎，老师你啊，你等你有背来笔？老师我已经发给你笔了，不能说发就是说啥不了，记得 charity 不了嘛，懂了？我已经发给你 email 了，那老师公民的话你公民的库 email 呢不了，我已经发给你 email 了，啊，那老师你那 email 不来，你再发给我 email，你再发给我 email，你那 email 不来，老师我老师讲嘛不弄，老师讲到老师你们到老师比较正式哦，虽然那老师大家对比划没皮肤，不如另外找老师 email 里面漏漏的，比方说老师今天讲的课老师不会传给你，哦，老师 no。什么宝贝？老师有课本，怕啥东西？那老师太读书，老师挂过别人他的啥的，也不会给学生讲到别人学呢。可是有时候学生特别要求，哎，老师你这个可不可以传给我 email？老师这个可不可以传给我 email？那老师说好，我再发给你 email，我再发给你 email，我再发给你 email，然后 email 你不来没？老师这么说的，所以这个你再发给我 email，你那 email 不来不？比方说，你看我没这样写，但是3月3日毕业，那老师一般是老师 email 你漏漏家了，那你再发给我 email，你看 email 你不来就不要了，你再发给我 email，那个在你来说不能要 particular 在，这个在跟两腿的在别东东样吗？可以吗？所以 email 不了，我们说发给你，不会说送你老师必须不了，老师妈咪来一些给对，我送你礼物，我送给你东西，那是老师。不了，哎呀，要求 things 这个 email 啥不了，我发给你。那老师，我你 message 不了，我发给你。那老师你也比较不能，老师你用 message 不 be why 怎么说？我已经发给你啊，你老师对待的 respect，我已经发给你短信。短信是老师啥读？message 啊读，好，短信啥读？啥？我已经发给你短信了，我已经发给你短信了。那你有 email 就是啥不来？那是老师吧？Facebook 啊你，或是 Line 啊你，或是老师别啊你啊，Telegram 啊你，你那啥不啦？我已经发给你短信了，我已经发给你短信了。那老师啊，哎老师，对面我那嘛啥么？对面不如乱搞嘛？对面别单单人搞嘛嘞？连空号没嘞？我会送嘛？我没有空啊，我是啥的哪里啊？你给啥哪没？我怎么回答你？那老师会给你说，好，你再发给我短信，你再发给我短信，你看我啥不来？你再发给我短信，你看我啥不来？老师会回答你，哦，你再发给我短信，因为你都不可能，老师我发给我 email 吧，你弄好 email 你不玩好，有些事情老师 email 把嘛，然后递嘛递嘛，这是我老弟，这是我们弟。那老师会说，好，你再发给我短信，随便你，不要你不，然后 Telegram 不 message 不不 Line 啊你不不，Instagram 啊不不，再打不那些短信，可以吗？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你要这个要记得哦，这个都要记得，这个不是表露给你啊，哦，这个都是老师工作方面能安排吗？还有呢，我们 summer 考试听力、listening、writing。阅读都很需要，还有工作方面都需要的，可以吗？来，老师，这个四个，这个五个，
来，空空来念一下，在这里。在这里，有没有关系？嗯，一环境。在这邮件，邮件，我已经发给你，我已经发给你，邮件了，email 了，老师用问答来说 email 了。嗯。email 了，你再发给我 email，我已经发给你短信了。好，所以老师讲到这里，你要记得是老师说撒布啦，接着阿沙勒布啦，你也撒月撒日你不赢，我们要说发。那老师 email 撒布嘛，你一定要知道电子邮件，你不知道你都快要来吗？可是老师那里话嘛，懂了，老师有买你嘛，老师真的是说 email 不懂了。所以老师 message 都撒手撒上嘞，我们会说短信。好，老师，所以老师这个 mark 了他一下嘞，老师比较重要的。好，那老师其中。其中是老师啊，这个啊噪音，这个是老师有语法啊。你现在直接问他，来原因是老师啊噪音。比方说，你今天跟我说，老师我今天请假就 BY，那你要记得哈，这个是最不礼貌的。不礼貌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记得不礼貌。因为我上课我很会说不礼貌。你弄来这样嘛吧，lesson 老 lesson 嘛，这 lesson 嘛那么拉的，不礼貌老师吧说。哦，没应接啊？那我马路对面比我过，respect 没写的，好、哦、不礼貌，respect 没写，好、哦、respect 没写的。我说，所以你说老师，我今天要请假，be why？那是你最不礼貌的，好不好？你要给我原因，因为。我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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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情？那你要我请假的时候，我把你拿边边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哦，你爱请假，比如你让俺爸，比如俺把你拉没呀嘞？原因是什么？教你俺爸喽。你请假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今天不能来上课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今天没有背书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今天没有写作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今天没有看进度给我们让我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、哦。你今天很咳嗽，咳嗽的原因是什么？你咳嗽了，一定要有原因。所以老师说，啊，中气路休息呀，啊，中气路休息呀。你咳嗽的那是就的呀，那中的呀对吧？咯，咳嗽的一定是你吃冰淇淋还是吃冰的什么东西？你今天发烧了，那是就的呀。发烧了过不了吧？这样的原因，maybe 是0到1不米吗？我话的好，所以啊，做的也是嘛，做的也是嘛，所以你请假进来，困有进来，那是做的呀。你回家困有进来，噪音的呀，原因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今天我老板我不要工作了，我要离职了啊，漏掉了没？那是做的呀。那原因是什么？你一定要给老板原因呢、啊。你不想做工，你不想上班，你不想继续上班，你还是要给他原因。你把要漏掉钱拿来，老板啊漏掉了没？B Y 压了，不行哦。你一定要给他原因，maybe 是薪水很少，那啥内路，还是我要出国了，可能人家跳到网红路，还是我身体不好了，人家卖羽毛高了，你要给他原因。所以跟老师还是跟别人，还是跟老板，还是跟经理，你不能做什么事情，你要给我原因。你今天没有办法交作业，你今天 exam 太鲁米昂，那你要老师，等明今天 exam 第一天交门可以吗？因为什么什么的，你要给我吧咯，交音交的啊，原因。等明今天咯，六个五百人去了，六个在哪里？没必得录啊嘛，没录吧，老师。所以你不能做的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给别人原因。老师也是，老师有时候我这样背的 B Y，今天老师第一天拿吧的 B Y 的，老师有什么什么事情？老师要去机场接。学生，还是老师今天不舒服，还是老师今天要考试，老师也会给你原因。这样才会老师礼貌，respect 呀。老师哈，礼貌不礼貌，老师骂他哈，上我嘛来摆。老师讲的，因为第一定个上我嘛来摆啦，一定个上我嘛来摆。礼貌这边老师还心机多，很多人都喜欢礼貌的人呢、老师讲的，HS 给啥的呢？分米了。礼貌跟sorry，HSK 啥的呢？我有讲过你们，你跟您什么差别？后面的您就是不耐烦，那是老师吧？礼貌的用法，礼貌的用法，迎接的动作。前面的你呢？form 方，悠悠的都。
所以比你年纪大，你在在企业里，你一直离在留点时间，你的天，你一定会用说你是的是比较礼貌的用法，respect 语法。那老师习惯，老师很会说，你很不礼貌哦，你很不礼貌哦，你真的不礼貌哦，老师都很会说，老师很爱说这句话啊，你真的不礼貌哦，你真的不礼貌哦，你这个 respect 语法，老师什么情况会用这些用法？比如说老师特别杀你。你看别人的医疗保嘞，那是礼貌还是不礼貌？所以你真的不礼貌哦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这是老师不礼貌的事情，是不是？老师还得哈、哦，老师陈明啥？哎，老师，怎么你们那个玩你臭女啊？你们踹着我呜啊！你真的不礼貌哦。然后，那还是一种不礼貌的事情，礼貌不礼貌啊？Nura 怎么了？老师不礼貌的，没礼貌的八卦嘞。啊，可以的，没礼貌，他没礼貌，就是老说啊，这个你也懂来的嘞，不给美，老师讲那点不给美，就是老说不，就是说 present tense 那是嘎啦，还是老说 future tense 啊？这嘎啦里面老说不懂了啦。那老师 past tense，哎，你就是没，你没礼貌过，也是。可是老师比较习惯是，老师不会 past tense 的老师我们懂，老师比较会说 present tense。人家老师说话比如，老师他们家里那比较气爆的，那是老师 present tense 里，那是骗你才搞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师都会说我你不礼貌，你真不礼貌过，你真的不礼貌过。因为老师那个是不是 past tense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老师都会说不啊。那还有啊，老师啊。哎，就是说，还让你努力啦哈。啊，故说如果努力老师，哎，老师说啥咪？哎，请问明天点啥嘞？老师说不要点课嘞，那还是一个不礼貌。啊，明天点啥？你真的不礼貌，都明天没人问你，你往哪课啊？这太那个也是一种不礼貌的，理解吗？好，那老师讲的，你也看到吗？都明天啥节呢？好，你看就到群里就差数了，那也是一种不礼貌的事情。respect 没写呀。所以老师是好，老师很讨厌。老师，你们是考 KFC 还是台湾我呢？老师多少？那个书记又开大声，碰我，但这一碰他，我很不喜欢。我想说，真的不礼貌哦。啊，老表哎，但是我都叫了嘛，我表差了开啊，哈啊，过特别热啊，你过人家鲁迅那把手表嘞，小声一点，真的不礼貌哦。老师都会说，所以这个礼貌不礼貌，你要礼貌一点，你要礼貌一点。好的，好，怎么样啊？你有冒昧来的，你呀、啊，有来的，咱们看你的呗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那你不没有说谢谢，那是你是一个不礼貌的人，怎么样、啊？那老师不礼貌的人，我们中文教还会说什么？你不礼貌太严重，我们会说什么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？啊，你是什？所以老师丢什么？礼貌，老师很重要哦，礼貌。所以我们平常会说，哎，你好，谢谢，对不起，都是老师礼貌的用法，已经弄着老师懂了。如果你礼貌不礼貌太严重，那会说跟你说什么？你是没有家教的人，没有家教的人。那老师那个是什么？他没有家教，家教，家哎呀。教个点嘞，哎呀点背嘞，那是哎呀没点背嘞，那是什么？咪么松嘛，怕么松嘛，嘛啥嘿？好、哦，咪么松嘛，怕么松嘛，很严重了，哦，很严重了。所以老师很会生气的时候，老师会说很生气，没有家教的人，哦，没有家教的人，这个是，可是你这个是很严重。有些老师大部分是不喜欢听这些话哦，哦。不懂啊，你是干哪行了？我们再教。所以东亚人，你有没有家教的人？就是说，你明明什么话说嘛，就是说你太不礼貌的，你太不礼貌了，你真的得给他算命写了。那是老师会说这句话，所以老师礼貌不礼貌是很重要的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不礼貌的太严重，我们会说你是一个没有家教的人。哦，明明什么话说嘛，咋的？明说的还没有批多啊？OK，来了，上三波嘛。我说广告是什么呢？就你啦，advertisement 了。老师讲那 DVD 的，古里亚卡三轮专辑也看在哪里？哎，是哪里？哎，看在哪里啦？喏，看在哪里？三轮专辑也是哪里嘛？都听哪嘞？有点纪念性嘛？老师讲的，哎呀，看高年八片的。
ကိုကဇလန်းကြည့်နေဖီးတန်နေပြီဇလန်းကအရန်ကောင်းနေဘာဖြစ်သွားတော့ကြည့်ရအောင်没有人看就懂娘回来了，就娘回来了。哎，哎，现在不录表了，哈，少叫娘嘞，哪边哪有人忘记嘞？不啦，没表啦，俺表还没了，不啦，俺表还没了，俺表还没了呢。哎，少叫娘嘞，哪边哪有人？哎，所以那是老师啊，广告，哎，这边嘛，所以老师 listening 嘛，这不白吧？说现在我不喜欢看电视了，看电视总是会有广告。代表啥呀？DVD 啊，那专家又拉你了。我们现在不想看电视了，看 DVD 去喽。哎，对，listening 嘛，上面没讲嘛，HSK 风嘛，表啥呀？像广告，哎，这讲到浪费呢，浪费的意思，老师把它说，挺平底的，浪费。老师，浪费什么东西？浪费时间，挺平的。你们现在哎呀，弄完呢，把了，房东呢，Facebook 的，哎呀，弄完呢，别的要个啥个广告都是了，没有人。那老师讲了，你可以用，老师也是，我们也会用 Facebook，我们会用脸书。可是哈，你要时间要自己调节，挂我过去过我们那什么弄这啊嘞？啊，我 Facebook 动动一动嘞，或者啷个你要搞，实在没有啊。那你这个用了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，你要生产，你要考虑啊，怕呀万一嘞。那老师讲的好，老师请管理，老师也是有时候我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老师也我有做很多作业。老师现在老师讲那篇话，老师会瑞星漏的，瑞星漏的说和这三例漏的嘞。那不是老师的专业，我不是讲了，老师在老师 CY，我一个兴趣我在那包的漏的嘞，不是老师 CY 的这篇没漏目的了，我在那包的，可是老师这个是老师没人把啊，比我人嘛把歪，一个小时比我弄个人把歪，所以老师啊，难免老师一样漏钱嘞，漏了那不让管歪，老师年年底也听嘛，包的说老师也没事了，我来你喂我嘛。online 喂啊，我们就，老师，online 我说，阿拉记啊，我们哩喏，阿拉记不牢，老师嘛阿对哦，可能，阿阿们是有年路呀，老师也怕阿们是有哩喏，哥哥，阿老板哥是一个老牛，挺瞅他啦，我好啦，阿哥老去呢，他们不是没信，没老皮乎，阿罗，没喂，可能他嘞，老师因教育他一些，老师或者你啊，老师啊，阿老老没老学他，那老师现在嘛应啥老没好。那老师咋了咋了？反正表演了嘞，请等你家吧。上下面那边那谁不？那老师好，俺第三的不我一样，姐妹姐妹们俺查到了，我过过开呢。所以你要有这个训练，那么俺啥的不一样，姐妹。那老师啥也不一样，姐。这两姐比老师一样话嘛，俺俩面端漏的漏比，我还比你怕漏嘛。你们说老师教那老师会有训的卡机吗？老师第一天嘛，就是说，就是说，人家当妈应该才能有训卡的卡机也不能。不是老师，就是三年义务的，人家炒股票的噻。咱们老师这个是有心机啊，这老师这人家浪费时间，请漂亮老师有啥差的？就像老师，好，那爬给啥人老们？老兵们啊，等你有上下面的 baby 姐们，那老师就是挂过钱，我立马老他的。所以你要，你老这给啥嘛？你不要去浪费时间，而且多么漂亮不啊？比如说啊，你刚小贱的什么的，刚来的经济几年，他哪里懂哪里？为了比如。哎呀，有个情绪哦，大家不情绪哦，我哎呀，我们那都是老师讲的，你们都是浪费时间啊，请漂亮。你要、啊、你浪费时间，你老师说带月奖嘛，你刚刚对了没？我说带月奖，我说你那也是出名了，我说啊，带那啥唱那啥搞那啥些，人家录取哪一面来呗？人家录取哪一面来？他们连苦情嘛学，你来面没有啊？啊，不咯，你这里面积累那么多，老师说苦带动作就定去哪面？可是我们。啊，没有浪费时间，可是，跟不去，没那来呢，来路没吧？不能说啊，带鱼呀，再买呀，还有龙鱼，这啥漏的别上啥的，还有些的。所以老师讲的，你不要浪费时间，你碰到那些嘛，Facebook 些嘛，就是干的嘛，给的嘛，那都是你们在是浪费时间。所以老师说，你不要浪费时间，你不要浪费时间，老师都会说，你不要浪费时间，你要过过边没有。还是变工作了呀？们，你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不喜欢浪费时间的人，浪费时间的人。啊，轻飘亮路我们在乎。我不喜欢浪费时间的人。其实老师真的不喜欢浪费时间的人。老师是嘛，一直用手机；老师是嘛，一直划手机，一直玩游戏。老师说很会骂，严肃了。哦，所以我不喜欢浪费时间的人。
老师也不会浪费时间，浪费，所以老师说时间呢不等于浪费。那老师浪费钱，不算穷了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那样你就得啊，打的越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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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我也不要，哦，拉人工拉工了，不是一天拉不上去了，你谁叫你买？你不多我看咯，哎，怪我买，怪我喂，俺台湾路也是不错哎，我那样你哎，打的越烂，我那我就露面，我那样你喂，我来我也不要，那样个 before and after，我妈别那姑娘的得了会的。嘛，多比了比，我讲比了嘛，土菜比了比他哦，没会比了，我讲对对，那都是老师嘛，浪费钱。所以老师呢，老师我那样你别说嘛，我不会买衣服，我不会买鞋子，反正我那样不让买，老师都擅长，比妈妈到位嘞，擅长嘛，比妈妈贵嘞，不是咯？我可以试穿呢，哦，反正我可以试穿，三五几路牙嘞，英语我可以试穿，我那中不中五路牙嘞，我叫你哪个路牙嘞，他个路牙嘞，那你？我们录二排的模，老师是螺旋，老师都会买东西，可是老师不会需要，不需要我不会买。如果需要，老师不闹嘴唧唧，老师都会买。可是如果不需要，我不会买。老师问，哎，你老师问别人嘛，哎，你里面还行，我干嘛要买？你还以为把路买了，意思。所以不是呢，录二的年嘛，懂不？录二的年嘛，嘛懂呢。好，我们录二的年嘛懂呢。那叫老师啊，浪费钱，不要浪费钱。啥啥啥，老师还会说，老师把他说浪费食物。你们上面密码比较里比较不应该的，食物是什么意思？食物是老师啊，啥啥？老师现在你是年户哦，maybe 是老师啊，我弄考试这块嘛来的，还是莫应该这块嘛来的？你啥么讲？这我觉得今天啊，他给别不算心里边拿的，那是你是什么？浪费食物，你知道吗？啥啥你浪费呀？啊啥道你浪费呀？理论上漏掉不？喏，浪费就是理论啦、啊。哦，啊，怎么叫啥道过？理论上漏掉。你看他欠他给的，啥子也没学读的。哎，欧龙考试让啥子也不是没学读的，免疫。欧龙考试的表现，他们真的到我啥奶奶读的那些嘛，免疫。所以你们不要浪费食物。他们哎妈来的路呗，他们够功德老太。他们你哎妈你又不读嘛，他们没有那么表对了。老外基于他们的免疫，天比了表嘛，公路都比较懂起来哦。哎，是浪费食物。哦，那你懂不来的？怎么样的？他们在那找么啥来的？你也不如懂不着。嘿，啊，没在吧？我懂不来，那都是浪费食物。所以我们比较会说浪费时间、浪费钱、浪费食物，所以也不要浪费食物。啊，啥道理？老师理论篇啊，没弄呢。所以老师浪费呢，大部分老师会用这个三个哦，要记得。来，老师不管。老师今天这个要早完，不管也代表老师八百 PP，八百 PP，八兆枚 PP。老师现在先看一下，不管什么时间，百千枚 PP。那比方说，哦，我不管什么时间，那百千枚 PP。我不管什么时间，我会。练习汉字，哦，我会练习汉字。练习就是老师 practice 漏掉嘛，哈。汉字，白千面 PP 意思是说老师讲的，他明山的千面 PP，江西的千面 PP，宜春的千面 PP，应答的千面 PP，应的千面 PP。哎，老师你应的也不啰嗦，没应起吗？姓啥嘞？你姓白，应么叫我爱侬姓啥了没有？老师啥拍的？那是不管什么时间，其他这些老师就是老师带不来油啊，也差不嘛。老师啥觉得？因为老师我原说老师没那份啥文凭啊嘛，这个讲嘛啥文凭啊？老师把啥文凭啊的？别清楚啥觉？因为老师当时讲的 A 嘛，我没办法，因为我们那家也没太难，因为当时老师差不多上到哪一块就哪一坨嘛。然后还想讲嘛啥不完的，差不多没哪得多少章，就哪一坨啊，PS 完的就哪一块。我要睡觉了，我没有时间看书。可是老师，所以老师也他这些钱。老师都看书，所以不管什么时间，好，讲完老师 prefer 啥嘞？讲完 prefer 啥嘞？老师都看书，啊，一般要哪嘞？哎妈，那是你那啥啥？你那啥啥？老师看书，啊，应当这老师不如啥子？你若说应当这一碰碰，本来老师都把我，然后我应当这 Facebook 东家嘞，老师应当这一把喽，啥拍的？疯了嘛嘞？啥戏啊呗？好的好，疯了嘛嘞？啥戏啊呗？你啥戏啊弄啥戏啊不？啊，也许应当不如啥漏掉了。你是哪趟呢？那好了好。
那都是老师啊，学习呀、啊。所以老师，我不管什么时间，我会练习汉字，或是我会读书，我认真读书，老师不管。好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谁是什么意思？不读 VIP 哦，不管是谁，不读 VIP 你的意思？不管是谁，我都不怕。啊，别忘了脚步，我都不怕。不管是谁，不读 VIP，我都不怕。好、哦，不管什么事情，把给啥 VIP，我要努力。不管什么事情，把给啥 VIP，把给啥 VIP，我要努力，那就啥没？所以老师不管的事情，把这我们 PP，把给啥这 PP，别吹没 PP，那是老师说。不管什么时间，不管是谁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俺老皮老师懂了。啊，老师，哪里老师不管，Daisy 老师他懂吗？来，老师，节目，等老师讲到 TV program 是谁？讲到有嘛比吗？十两对啊，什么苏州边围路？哎，老师啊，七家门票价没有？哎，白人对不？你还一点啦？我祝你也 program 你那叫老师啊，节目，所以老师的 listening 嘛，把来说。不管什么节目，不管什么节目，都会有看到广告，三位吗？别不 TV program CC 麦片，老师讲讲哪老了，哪位的咯？啊，在亲手边我拿来，老师还是有广告。好，暑假没标价没也广告，你那个啥哎，来有广告，所以意思说，不管什么节日，把 TV program CC 麦片不，不管是谁，没读过 APP。那老师总是，我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。那老师总是代表老师啊，明天努力学呀。那总是没有给老师 business 过硬变身呀没啊？所以老师讲了，你有没有记得常常有记得吗？还有没有记得平常还有经常有没有记得？老师这两个都有讲过了。每天坐在这边，那总是也是每天老师八卦嘞，有一点有差别。哎，刚刚老师 HS 给中码了，刚刚是白点嘛那么的，HS 给中码了的，老师有讲过这个，常常啊嘞，每天老师以前怎么造句？我常常去图书馆读书。我平常去图书馆读书，我总是去图书馆读书都不能可以。一样的意思，可是不一样的差别哪里？有一些不一样的。常常之后，一个礼拜有7天，的爸妈可能也是的。常常的老师，他的 risk 比较少，就是说，的爸妈老说一次或是两次，那我们会用常常。那经常跟平常呢？一个礼拜有7天，的爸妈可能我会去3次或是4次，那我会用平常经常。总是呢，它的 risk 比较高。我一个礼拜7天有 maybe 我去了5、6次，啊，这或是超水，那我会用总是，知道吗？可不可以？虽然是都不容易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常常也是 a 米的，平常经常也是 a 米的，总是也是 a 米的，差别。我刚刚有跟你一句话讲过，我常常喝咖啡，我平常喝咖啡，我总是喝咖啡，懂不懂的啊？米人咖啡倒的，可是呢，你咖啡倒的 risk 弄过起来，被他不妙的。你常常都能，那你一个礼拜、一个星期都把股份拿进倒的。一两次，这前后是那贼。那你用了我平常或者我经常喝咖啡，那你一个星期喝了几次？3到4次，three time 或是 four time。你用了我总是喝咖啡，你可能一个星期喝了5到6次，5或者6次。啊，这后是超贼，它的 risk 比较高，总是。知道吗？所以老师讲的，你要看你做的瑞士什么，
老师说了写耶，你要说老师每天可不可以有？每天是老师你来录的，不一样的。常平常总是不一定是每天，你来录的录目比较好。那所以老师这三个的老师差别是这里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老师讲的这个老师 HSK 那个老师的第一课的语法，还有老师还没有结束哈，语法讲的老师生词 focus by 老师。例外不？那老师今天要教一个及时也语法。那老师哈，今天还有一个问你的时候，Speaking Writers 老师下个星期会教，因为老师因为语法要掌握。这个礼拜的时候，因为第一课老师语法，我们还有剩下来四个，我还没有结束。来，老师，及时也，if so，及时也。那老师不会说，不会给你翻译哈。老师那边你来看嘛，你用啊，他一般马路巴的时候，我很难翻译，把它变不严开的。你要来看 sentence。这里你不会，你看不懂的字，我会给你翻。这里我不想翻拼音，来，所以把第一题来念。上学以后，你不喜欢你的专业也不能改了。好，这个老师入学，你要记得入学老师也很认真。让老师然模糊呢？然是这样从，就是撇捺然，那是入也考嘛？老师入的老师这样哦，所以你不要写错哦。然跟入不一样的哦，然是这样，然是这样，入是这样，就是入代表老师把说 Wendy。所以老师我教的比另外一段老师入口，入口意思是说欢迎宝，出口就是好吧，shopping mall 里外多一样多便宜啥嘞？入口出口入口的这边老师啊，欢迎宝，出口就是出宝。那这里的入学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入学呢？将文归雅啦，叫入学。哦，将文归雅啦，叫入学。啊、哦、，maybe 今天的公语 university 教少了，教少不要说将文归雅哇嘞，那是老师入学，我已经入学了，将文归雅哇一个入学。所以入学以后，将文归雅明白吗？你不喜欢你的专业，专业老师以前学过了哦，米家，哦，念米家。入学以后，你不喜欢你的专业。也不难改了，哦，我这里及时，入学以后及时要放这里。入学以后及时，你不喜欢你的专业也不难改了，所以我这里要放的语法叫及时也。及时也意思是说你教文贵文笔类音。你不喜欢哈，we meet all，嘛加一嘞，比如咪啊不，所以入学以后，即使什么事情，即使那么要有一件事情，即使你不喜欢你的专业，那你后面要再加也不能做的事情，你要继续做，你要 sub 吗？所以前面有一件事情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刚刚我们刚刚，你坚持设备弄了哈，比方说，阿米啊，阿古都那不悲伤嘞，阿都无熊嘛，阿米都我们都无嘞，他们你都得叫吧熊嘛，你设备坚持着，你弄没也讲，我们说其实也，啊，那氛围不上面修嘞呗，那样喂嘛。我不上面学，咱们你设备漏嘛，所以你前面决定了，你要把漏没录用它，不会改变的事情，那是及时也能懂呢。比方说，冬奥我们去了阿杜社区里嘛，即使他不喜欢，我也要爱他，我也喜欢他。冬奥我们去，阿们在里的，我阿在里嘛。前面嘛，老师是嘛，老师把给啥撇到了，那嘛，老师还是要老师弄门做的哈。所以入学以后，即使你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你的专业，你没教，你们再不他们老师把路完嘛了，不能改了，进入眼了，进入眼了。你那你将在的 university，你我们就马上没加油他嘞，你 maybe 进入眼，second year 嘛，进入眼嘛，你 first year 嘛，进入眼了。
就不能改了，比如米亚肉，所以你要把它让四笔漏改了，真是你不能改变的事情。所以爷爷后面他说，他们说不能改变的事情，将来路面给找他嘛，爷爷老嘛。来第二个，请学生参与他。即使下雨，我也要跑步。好，爷爷的后面我得叫路面说给找我路他嘛。即使下雨，即使下雨，我要你到马那边，我也要跑步。我要你那边马匹马，我要你那边马匹马呗。我要你嘞，应该是一马呗你点嘞，大兵们都设备了嘛。我也要跑步。我要你嘞，马匹马。然后来第三题，请来 Emra 学一。即使给我100万，我也不要和你结婚。好，即使你给我，哦，即使给我100万，你让我当的也别了呗，我也不要和你结婚。都那那么差不多的事情变了，那个男生来说，不想当的也别，怎么不想当的啊？就是阿姨呗呢，不想当的啊，阿姨。哦，那爸妈我那在的时候当的呀，就是老师啊，哦，当的呀，就是说等着躺着，那些包水的时候等躺啊，老师呀，等躺啊，别然后嘛，都那么那么差不多的事情变了。们不要我，所以爷爷闹嘛罢了，不会改变的事情，不要和你结婚。所以即使给我100万，我也不要和你结婚。你看我当了啥呀？别人光天天那么太空。来，老师第四个，这百度。就是，你的，这个以前学过了，来。你的成绩很好，也不能骄傲。好，成绩是什么声音？骄傲是什么？玛纳吉的公主啊，骄傲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老师，玛纳吉的，对，一个是别的，这户外老师啊，把它说 prom 别的公主啊。比方说，老师的妈妈，老师的西装亚路，我没有啊，我都没了西装这样嘛，他很脏啊，那不是他嘛，那几样，毛他不是了，prom 皮的，哦，你弄人家多啊嘞，从你的讲嘛，你人家嘛，熬你的，你爸爸妈妈会脏啊，那是嘛，那几路不要，蒙公寓了，为你脏啊，你转呢公寓了，哦，我都没了人家嘛，脏蛋你多嘞，是脏啊，那老师一种是嘛，那几啊，老师是一个很脏啊的人。老师是一个很骄傲的亚马逊鸡，老师，不鲁马那鸡啊，老师不是最重要的马那鸡啊，毛不？老师前面啥我爱的，我第一段嘛，对面写不让我写没有，你看别人没有，那是一种骄傲的，知道吗？怪我对面我老师比你，哎呀，这你这句话老师写的，啊丢三这俺是呀嘛，俺不是写是不是路由，没看你咋那撇的马那鸡，哎，不是这个骄傲，老师，因为骄傲有很多种。马浪姐嘛，老师，你还老师的马浪骄傲是什么？老师，我们姓挂，我比你为啥啥都没写不上面清，哎，路骄傲的，我们写的都没有表扬，我嘛，我比你写，我比你上面，他们表写，他们评论上面，都没写不上不上面有，那是老师的一种骄傲。老师不上面写，老师没写让我们怎么着？没把写让我们着，那是老师一种骄傲，那是老师马浪姐呀，那。即使你的成绩很好，有些老师讲的都要买眼高人啊，人家马啥专业证书吧咯？哎呀，我马那急呀，写点不啦？写呢？啊，人家啥都努力，啊，明人家把他妈书压力，啊，明人只想我的后爸妈死，你只能弄的后爸妈死，好的后爸妈死。那老师哎呀，我故我烟我傲娇，所以即使你的成绩很好，你买眼高了呗，也不能骄傲，马那么激动，面无力是不是这边表啥啊？来第五题，卡里。小李，小李，小李爱喝酒。是起始哦，那叫及时。其实，医生说不可以，他也要喝。啊，小李爱喝酒，小李啊也到了这一点，先问下表了没？即使医生说不可以，先问下没有表咋着嘛？他变了，没变，他也要喝。
放马呗，所以爷爷闹妈不会变的事情，他也要喝。想问你当不要不也得吧，还是要喝啊，所以他也要喝。来第六题 A 读，我及时，我即是急，所以3个小时也没有关系。好，你真的有动脑，是你真的有动脑了，我有点你压抑了，你一边都还要骂不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即使是3个小时也没关系，那意思变了。哎，俺不哎来没，不要了，第三十多嘛呗，啊，不是，那可以啊，俺看来那里把给啥洗了，没有关系，也没有关系，给上面洗，意思是说，俺这里都来了，给上面洗一下的，是不是这边？所以我即使只睡3个小时也没有关系。来第七题，请 AD 立威。啊，他非常爱看书，即使没吃饭，没钱吃饭，他也要买书。个性就是他很非常爱看书的人，才艺派来在的。即使没钱吃饭，他没啥我不是没戏呀，老妈，他也要买书，啥我也买呗，啊不咯？我前面有给你讲了，他是很爱看书的人，所以啥我也不，他没啥我不是没戏，你不得啥我不是没戏的，他也要买书，啥我也买呗。他没啥我不是没戏，你不得他没啥我不是那啥我也嘛，他也要买书，所以即使也，那老师简单的老师讲到比较好，对啦，你。啊，老师，因为等一下你们自己的，你们来参考一下哈。那老师先，今天是先不会来自己的了，你们先让他过啥过？老师今天会做 exercise 楼开嘛好吗？那老师简单的捋理理不？那老师说实话，老师比较哦，因为老师要啥的样啊，撇着这不能随便讲哦，撇的路老师就不要露面啊，就是说要正式一点的，要正式，就是说。那边的干啥嘛？三五的老师还有一道老师，就是说讲到哪里样的，撇头老师一百嘛老师动不了。啊，这老师嘴巴弄关的老师，对讲到不特别表面的，我弄不明哪里啊？啊，比方说，俺们不怎么修了呗，俺们不怎么修，就是老师一件事情，不怎么修的时候，老师讲到别挖了路牙了，马路路面啊。可是老师就觉得，啊，老师言辞本多少钱呢？前面嘛，老师犯了一个事情，咱们俺们不怎么修，咱们不怎么修，咱们俺多的三道表了，俺表俺多嘛呗，不六百多多不算，七百多多，可比多多俺多嘛。所以我很想去日本玩，我很想去日本玩，即使我没有钱，我也要去。那也要去后面是不会改的意思，在你后面，即使我没有钱，我也要去，说明你动不了，你被挖嘛喽。把给啥了？所以你前面可以加一件事情，我很想去日本玩。前面哪里去呢？即使我没有钱，我也要去。俺们怎么去那边啊？多嘛？因为就是说，七百多多，裤百多多，怎么样？别带多多，比西边棒多多，我还是要去。所以你也多么想了，买表我也要去。好，比方说，你弄两个家多么说平民，大部分是困没表，睡不落，大的没有。哦，爸爸妈妈不让我去。新加坡读书，我也要去。所以你要查前面要加什么？即使，即使爸爸妈妈不让我去新加坡读书，我也要去。所以你那个也要去，那么你是要一个改变的事情。啊，偏偏啊，你有两个家比我多哦，还是你多嘛呗？但是即使，啊，你那边人想睡觉哦，你们不用担心。等一下你弄高木子也来撒泼了嘛。哦，来老师教的，来看一下老师。所以老师这是大概哈，你们要做 exercise。来老师，今天你们不能那么早下课，我们练习。大家老师看一下，老师这里有一个一到三，哎，一到四，这个老师一到四，那么 one to four，一到四，这个一到四跟老师下面是三个不太一样的，这个一到四是老师一种语法，它还是哎，我们要用那个即使。那老师下面也是即使也，可是老师下面是老师不同的意见的。那老师能不能不？即使老师不在，你看我老该写的，你不如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老师不要变嘛。你要是，你老师起码你有即使比他嘞，你看我写的是变嘛。你也是一个是你的想法，这个 number one 谁要起他了？你有的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，所以每个学生都学生们的想法不一样的。可是你的想法要对，你要往后面写。那老师第二，我要去查的东姑，我要去查的东姑的老师，三加四 B 我撇他了。那你看，即使呢，
闲在身边。那老师，那么这老师表表们，明天下雨我去上课，明天不下雨我去上课。那老师，你要给我哟，即使明天下雨，我也要去上课。那怕母语那边刚讲到的嘛，明天不下雨，我也去上课。即使明天不下雨，我也要去上课。虽然说，没那怕母语那边讲到的嘛，没那怕母语那边讲到的嘛，那么不好。所以1到3下面，哇呀，你老师你看，即使也特别用嘛，就是被拿马特别去用嘛。1到3的要写你的想法，你的 idea 路径呢？不一样的，所以老师1到7是这样困难户，给你们做3分钟时间，懂没呢？啊，老师，你有没来这请假吗？一要给个让我那么先上来了，那个3分钟不是你有碰到东海南河不？你有地没给我拍开呢？这个懂没呢？你必要录它，这个是你的任务，懂没呢？你有移开南河，你一个拍一个下。啊，这个老师 in 在也请假嘛？老师 in 在也嘛？现在不是叫你写作业，就是说你要写。那老师，比方说你有能不能 collect 的？比方说你能不能东加一加门，能不能离加一加门？我不知道，你加来能不能过？你比我哪样门好？昨天一辆卡里，昨天要推送那边，我跟你说说，一样1000年，一样半你家那个，那昨天要推送那边吗？1到7，已经记下。那么阿们来讲，我是嘛生在哪一块里边？你是嘛生在哪一个区的？生在哪一个木头的？阿来来讲。老师，咱们来读读呗。啊，一百，都没来读读啊，那不要老师，去咱们来读读呗。嘞。不读了。哦，哎，都没来读读啊，一百，新加坡啊，路难，台湾路呀，哈，读读呗。好，剩下他3分钟。
好，那老师来送你第一题来。这是老师不在缅甸，基石，等他基石。即使老师不在缅甸，不是他也会。老师，这个不是place or 老师就是说 machine 不录表，就是不是 place idiot 的意思哦。老师们幸福，老师们幸福，就是说，爸爸在，就是说，你爸爸在吗？我爸爸在，老师在吗？老师不在，那个系列在，不是 place，那么不用加 place 哦，那个不是 place 的在。是，只是老师不在，但是哦，基石，即使哎，基石。老师不在，是 subject matter 的也等都呀哎，嘞。这个是已经 fact 了，对，战斗路亚嘞，也，我是是不是懂而且了亚，我也什么意思？我也，即使老师不在，我我会我是要即使，也不是要会哦。我的语法是即使也防哦，我不是要即使会。被他们两骗进去，老师的都没好被他们语法是，老两师的语法是即使也防，不是要会啊？为什么要你要加会？我也骗嘛？啊，你再想，等一下再回来。来，卡里，第一题来。啊，是第一题了。对，第一题。即使老师不在。嗯，即使老师不在缅甸，不是缅甸，拉丁语那里啊。老师，这个在呢，不是 place。老师要就是，我说老师在吗？老师不在，意思是什么？老师死了，老师们死无了。意思，老师啥的应该嘛死啊？老师啥的应该嘛没死无？老师不在教室，不是在教室，place 不用加，一定要加，死了没死无？老师在吗？有人在吗？这个好好的，有人在吗？入戏了，那个在不是 place，你们再看到一定会知道是 place，这个不是 place。即使老师不在，上课，他也常常给我们，作业。即使老师不在，他也常常给我们作业，这是可以，可以。他也老师们是当嘛嘞呗，都拗一咋呗，他常常给我们作业，没有那么正确。老弟弟家家皮蛮毛不，咱们老师可以接受，可以的。即使老师不在，没事不，老师今天咱们事不，老师今天没事不，咱们一咋漏看他嘞，他常常给我们作业。来，老师下一位第一题呗，来，一不认得谁。即使老师不在，也去上课。即使老师不在，老师们细胞什么的，长大的一把冷吗？老师们细胞你长大的一把冷。没要录了，别把人捧爆，只是可以，可是说话录不？老师们细胞什么了？别长大的不录，不录了，无论了，把大冷完了，意思是这样，都没什么呀嘞。可以，可是没有意思，这边没戏了。是哪他来？I can keep you。他们俩聊天。第一题。即使老师不在，老师即使老即呃即使老师不在，我也努力学习汉语。
可以。那老师有讲吗？啊，这样的话嘛，哦，你啊嘛，别嘛。老师顾，老师 Dissing class 嘛，老师在不在？老师在哦，现在老师在。如果老师不在，不在的意思是说，老师在跟大家说啊，张大爷，你哪一个唠嗑？老师看到老师不在半个小时，老师没修，你说哎哪一个嘛？哦，老师不要了，你先听。老师不要你先听，别把你听不懂啷么弄的。其实老师不在，老师后底整个全嘛，老师哪一个没修？好，你弄看那里，你弄啥派比较少呢？老师哦，那老师整个全嘛没修，你弄大部分你弄把弄了，哎哪一个？碰到懂没？因为老师不分呀，没啥派你们，那是很少。Facebook 打互动吗？哦，因为老师妈没写呀，干嘛？Facebook 打懂吗？哦，message 打派吗？也可以啊，因为老师给我们打信啊，没事，因为老师不在半个小时，所以咱们老师的错，所以老师讲到说说讲到不对了。即使老师不在，我也要练习，哦，所以我也要复习，哦，所以我也要学习，我也要。背书，意思是这个。老师们是那边哪个啥派吗？老师们是那边哪个啥对你吗？老师们是那边哪个啥女你吗？老师们是那边哪个啥见你吗？所以即使老师不在，我也白弄嘛了。比方说你哎妈，你哎呸，明天就读你嘞。今天你爸爸妈妈不在家，你会怎么样？那家嘛变喇嘛了。等眼睛里多听多说嘛啦，隔了多嘛啦，八多嘛啦。即使父母不在，我也哦要好好读书，诶嘛哦。比方说，我也在家里好好读书。你把你诶妈妈去来问啊，诶妈刚刚啥叛你吗？我是我也在家好好。就你们刚刚你们弄乌鸦了，所以不是这个在呢，讲到你们想象的一直在啊，在学校，在咖啡店，在什么？不要一直想这个在，在有两个意思。我以前 HSK 对嘛讲过了，老师在吗？老师不在。爸爸在吗？爸爸不在。有人唱吗？应答，有人在吗？都是拉手的意思，不一定是在。那你弄别的在就是 AD@ 的在，就是 at place。所以你们 HSK 佛嘛，不要心里一直想，就是说，哎，在 place。所以其实老师不在学校，什么不一定要加学校，因为我这里不选 place 的，我不要 place 的，你要知道。来第二题，所以第一题应该可以嘛？来第二题，请 AD 例文。哦，即使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我也想，我也还想知道。即使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你明明有地比多，你把它地进地下了，那个没有啥样样的，你 grandma 样样的，可是没有道理。你明明地比多，你把地进地下了，你 grandma 样的，白露样的，可是没有道理，地比没修。一个想法，因为你们 HSK4，我们 HSK4，HSK5，你要知道我们要观念的 idea。不是你们引乱的着迷的着皮的着迷的着皮啥子的？你们的要用你们的头脑，你们头脑弄懂啊？没哈皮玩意，HSK 佛法，不是老一直靠老师，老师我身上看眼红，你们头脑你们身上嘛？那你也要考虑，就是有没有道理，特别是了。说实话，比如即使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我还想知道 grandma 呀可以，可是你秘密地你把地钱抵押了，没有意思啊。好，这边读来标。即使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也不说别人。很好，如果是老师，老师，即使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，哈，不会说，比如说别，说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。我的秘密落在我地毯里边，我都要么表表。老师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可以，我也不会告诉朋友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。即使我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，是可以的。可以吗？这个第一跟第二题的想法，你们有没有问题？这个第一跟第二题，
想法，一个是想法，你要去观念，不是你心想，我若啊，这又大病，我若先生病，我若被录批定比较好，你要先生嘛，不然你若 Hsk4 嘛，考试你若回答问题嘛，你们一定会有问题，要哭上马里来了嘛，你们现在觉得这个即使也很烦哈，后面会更烦了，那你们不能继续噻。因为我们现在是讲不是你那种啥定不一样，我是教你们是观念 idea，哪个说法是对的，哪个想法是可以的，你们要观念的。来，E 第三题。真正的朋友，真正的朋友即使旧的缘，也有理想。那种也有理想，先啥的？比方说，真正的朋友，等眼睛是满足了，即使住得远，为你。比方说，你有一个好朋友，你等眼睛了解，你那为了你，他并没有把撇走，就是想法。明白，有个像。你的你阿弟，你的爸妈路不要再钱了，那么你的路不用出来了，你有问题，可是我不好意思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好。你要一定要讲出来中文，来，Amara 谢姨，你试看看。第三题，Amara 谢姨来呀，喵喵骗你，来还没他。第三题，真的朋友，即使住得远，住得远，也每天见面。你来喂你吧，这什么？你还不如对嘛咯？喂吧，这什么？白露拉哦，对，一样对，不一行。样对嘛？然后嘞，嗯，你也冇人家台湾嘛？你你妈平嘛？你还不如对嘛？看你他妈功课没嘛对嘛？嗯，我嘞，你那买还是你们不 OK？好，你那买多少遍？给我保证一下。也每天，哎，也每天不见面。嗯。你来等个健身房啊，喂你啊，妈妈对，不可能啊，你一定会保持做的事情去啊嘛的，不行，来注意吧。真正的朋友，即使住得远，总是也讲话。哎，什么什么讲话？也都，总是，你总总是，是，总是。什么方式讲话？因为我们这个和不能再加总是和，因为我们要找也，我们关键是整那个即使也，所以真正的朋友即使住得远，也会哎你在的，还是不如你那是个比较马肉，你如果户口个 packet 哦，你那个在台湾嘛，你也没毛病嘛，还不如这个比较容易。也会用手机讲话。也会用手机联络，我们说联络，不会说讲话。联络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说 contact 的，我们会联络，还是也会联络？我们一般老说这个正确的答案呢，也会联络。好，contact 你嘛呗，或者好。这个等个的是蛮顺，不老呗，你微微也会连了，是对你妈呗，管他动你妈呗，那你不老呗，你微微意思是这个也会连了，这个一二三有没有问题？一二三，你是想法 idea 可以吗？如果你觉得有问题，你可以直接跟老师说，你把 idea 写的那 idea 可以讲出来，老师我别录呀，老师今天可不可以？来第四题，看一下多。即使是中文要花很多时间，我也会继续学习。嗯，好，我也要继续学习，要说要。即使说中文，你弄糊丢啥的呢？要花很多时间，请你们一边嘞。咱们你睡着了。那说，我也要继续学习。继续的意思是，这月吧，咯，十来六少呢？
我也要继续学习。这是回答的，来，明星的毛毛第一课，明天下雨，我去上课。明天不下雨，我去上课。我刚刚有告诉了，来，你来改。即使明天下雨，我也去上课。即使每天不下雨，我也去上课。好，扣空第二题。其实我没有钱，不买汽车的意思是老师说嘎。其实我有钱也不买汽车。啊，其实我有钱也我不买汽车。来，第三个看一下，对。其实他没生病，他也难。你这个要会念了，Hsk4 要那边难通过考试，通过考试三木 pass 的。他也能通过考试，即使他生病了，他也能通过考试。都你们刚那边三木有 pass 评评来呢？都你刚那边三木有 pass 评评来呢？我们说即使也，所以你们刚啊，不管你刚刚没刚刚，都三木有 pass 评的出来讲呀，我们不会改变，没变了的。那我们。前面第一个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老师们是那边啊，说设备漏少你了，不会变的事情，找爷闹嘛他嘛，你的秘密我的嘞，咱们你们表表我都秒保持听听他了，算了听听他了，你等下这件事嘛说，你话你不老微微，你都设备有 contact 漏你嘛，算了漏少呢，第二层等下不老前面一位东东你算了点嘛，那是老师。知识页，老师上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可是今天到这里，那老师这个知识页，你可以问我有没有问题。Doesn't 你要给我一个句子，我家会背过来。Doesn't 现在知识页过半我家。有。其实我有工作，我也还在更好的工作。我也还在找，还在找啥你？我也还在找更好的工作，不光了路过啥你？哦，啊，再我老说。问你嘞，其实我已经有工作了，可是我也还在找更好的工作，不光了路过啥来啥你？可以，雷老师讲的，现在问你们，即使也有没有问题？现在有问题可以询问老师。你说。老师，刚刚第三个的问题，经济朋友即使住得远，也心里不远，那个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不会。来，我美妙的啥？你说，你要等啥？困难了，第三遍。好，阿拉，那么也心里很近所于动摇呀，那是。啊，即使跟真正的朋友，即使住得远，心里很近，也心里很近，也心里感觉很近，感觉太，因心为里就是感感觉。觉嘛，心里感觉很近。然后第二题嘛，就来了，也老家人也那么奇怪孙哟，也那么没有奇怪孙老师。应该不会说这种方式。那我看一下第二题，即使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不能说奇怪，因为这个意思呢，要保持的意思，保持的意思说算了，听等他了。那奇怪不奇怪，这个没有关系。你的秘密有底下了，按我嘞，按嘛按我嘞。
老师说，因为奇怪这个 but 里面老师拿到了没有？奇怪不能用这种方式，奇怪当呢当 advert 里面懂了，不能当 but 奇怪。那老师好，明那个下个礼拜再会跟你讲讲一下奇怪解释特性表明白吗？也是不能说奇怪，我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。也不会告诉别人，就是老师保持的，上来听听他的哈。老师就是一定要说告诉，因为老师这是比较正式的啊。你怎么样了？我彻底呀，你不要别人嘛，不要表达回去呀。按我的嘛，按我表了。我都了我彻底他的，按我啦，不表了。不会告，不会说啊。都不表嘛，都嘛不表，我们一般会说的。啊，好的，老师，谢谢。不会。谁还有没有问题？这个知识，我们下个礼拜会讲新的语法，所以你今天有问题，你今天就可以问我。你比如嘛，哎，老师，我哪里来不了？我就不要来问我，不要来说我。还有老师讲的，你要知道哦，那个每个星期的语法你们要多复习，因为 Hsk 1 2 3语法跟 4 差很多，要知道。Hsk 1 2 3老师就是说很简单，more reverse plus but one 呢。Hsk 4不是哦，Hsk 4 5都是老师关键性的，那老师这是关键性，所以老师我们说虽然，但是那都是一个关键性动的哈，一个老师拿懂了，所以老师 Hsk 4上下 5 哦，语法都很难的，把不了咯。这个表有你弄过这个表，老师都平平的，一比你的六百代表了。我们 Hsk 4 5，我们不会说 GPT，我们会加，所以说 Hsk 5嘛，但是 copy 卡嘛，老师就是说语言形状很猛烈，很特别，很猛烈。把到这个奥斯卡表卡嘛，哪里录表啊？不如咯，这个表卡嘛，录掉这个表卡嘛，你他的能力有，比方说外国人啊，如外国人能够加到料理那边。我们两个教导的叫做卡表来也好，哪套的呀？哪套的这个好记得听的，都别人表的这个记得听，都有啥也听不老许的说，都你两个都看不来呢。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看，我都有啥高级那边面的说呗。后天老师不要我呢，董事长，老师在台湾嘛不咯？公务员也考试，公务员考试说台湾需要些啥物事不？那老师比方说台湾担忧嘛，人家路边啥物事个？台湾路边有人嘛阿姆不？啊，很难吧？都要表达。那老师，你都说路线不路标么咯？还是咪讲？我问你，你有读咩啊？哎，啥么个呀？么阿姆阿姆卡的，阿姆卡的，么阿姆路标么阿姆卡的不？那你怎么回答他？我问学生来，Nora，你会怎么回答他？你用表达哎，啥么个呀？卡的，你们骗那老婆，那骗吧那路标，你会怎么回答他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，我要努力学习。对，那是你的 level HSK 2加 3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没有学过啊。我不会说，我只有讲三个的，不见的。我都那么皮呀、啊，不见的，见就是再见的见，再见的见，不就是那个地步，的就是发这句两边的的，不见的什么意思？你若是非常是看得懂这个汉字，你若明白的嘛。可是我只有回答三个字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表来带没票？你表来带了吗？妈妈，我表来带不见得懂了呢。你表来带骗钱嘛骗嘛？比如说你哦，哦，哪一目标啊不？比方说啊，酷哈，那你现在六月工了啊？有错假的？不一定啦，你那表啦，不一定啦，或者好，不一定啦。我说不见得，你表来带后钱嘛好吗？不是，没事业留了就错钱错了呗，难道不这样啊？不然写的嘛，哪样模糊，哎，都不对啊。所以老师就是说，level 面我们的感觉就是说，他表的你就老师可能要改变，变别了。所以他说，读音量辅语法很差，不然嘛，发音可能。所以教到啥的那些嘛，你要记起的。不像说，哎，你录音了，老师啊，音了，老师会啊，老师会上，老师啊，噼里呱啦里噼，不是哦。你们都是要你们自己要搞那样的痛感嘛，现在嘛，现在嘛，这样才会你们会讲话会比较顺啊，这他表了。因为老师就是要方式是，为什么我教语法？我们要教语法来说话，我们要教语法来写作文，SER 嘛。哦，所以就是说你们要更努力。所以老师，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就
两个至少了，至少你那种有两个语法。那老师，我们昨天有讲两多两也，还有今天就是即使也，还有老师我和报告老师这后点多的人，这两个里面这个语法都要努力。后面的语法我保持，我保证，阿妈看呢更难，更难，不可能。那你教育了你不可能 Hsk4 吓坏了，你的妈妈结束。知道吗？因为老师语法，老师语法，说，比如语法，老师那个不见得呢。老师一个是语法呢，不见得对自己老师语法 grammar 呢，不是是个龙东龙模糊，那是语法不见得。哦，哦，多啊，多米啊，多米啊，吼、哦，录用了，谁呀？都米了，谁呀？我说不见得啊，就像二路外边皮，不见得，多米 CIP 的，都米 CIP 了，都破的牙跌了。不见得啊，那都是老师啊，level 你也是高标你，所以你们现在是老师 business school 啥东西啥，人家你做漂亮还是的呀？所以你们那个语法，所以老师即使也，你即使也不知道，你不能跟陌生人去 Hsk4 service 这路面就多差了，因为老师后面的课文都是老师用这些语法，即使也，不要更不说，更不要说 Hsk5，永远不可能。因为不可能，你自己 study 也不可能。你老说 Hsk4 的 grammar 没白，你 Hsk4 下 five study 弄啊弄不来，对吧？因为老说 Hsk5 少的弄啊公弄 grammar 那边少啥了，Hsk5 弄啊 grammar 都弄是 grammar 呢，啥在啥白都弄 grammar，所以老师讲的你要努力。所以老师就是讲到，你要一个老师讲的，一个是老师 logic 如何对和 idea 有啥。要多多考虑，所以老师讲了，你现在老师即使也，你努你你现在你说你现在你们大家现在没有人问我，没那没有问题，那你自己即使也，你自己去想，你自己造句，你自己写下来，那你也可以问老师，老师我现在见我想到的这个可不可以这样子用？那我会可以跟你说可以或是不可以，那你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会给再给你解释，主要是你要练习。老师现在讲了，老师啥叫可能讲不明白？你如果可能讲不明白，他们身上好，那你永远没有进步。你要去想你自己的。所以，我们下个礼拜，哎，你们帮我学一下。我们下个礼拜那个以及时以及与每个学生都要自己造句。好，所以老师讲的，你现在没有问题了，那老师今天到这。